今天来解剖一个豹头啊，给你们看一下啊。天天给你们爆头，你们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哇塞，这个是黄，黄墨汁太丰富了，看了吗？有黄，然后有墨汁，手上都是的，来点料汁。哇，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反正太有嚼劲。爆头来了，马上直播，速来直播间。好久没吃大爆头了，来一个。哎呦妈呀！老铁，有没有收到的？收到之后跟我这吃的一模一样。小黄车第一个链接，69米，拍五斤直接八斤发货，下单送芥末还有生蚝刀，记住铁子们包肥啊！想吃赶紧去搂单。哎呦我天哪！大米，直接斩首吧。好久没有吃笋啦，哇塞，2021年的新笋，口感就是不一样。两个油光锃亮的爆头，爆头要这么吃啊！有没有跟我一样喜欢吃腿的？嗯，太烂了。
墨汁。嗯，海螺又来了。黑色的菩萨，干。